When he hears that fire alarm, Sam is always cool and calm. If you're stuck, give him a shout. He'll be there to help you out. So move aside, make way.雷达，翻滚！哈哈，这是我在训狗课上学的。或许我是一只老狗，但不要说我学不到新花样。哈哈哈。哦，你也能打滚吗，站长？很好笑。好了 ，Mandy， 我给你们俩都做了盒饭，放在案板上了。但你最好提醒你爸爸。妈妈，为什么连午餐在哪里都要我提醒爸爸？因为他很容易分心，很容易忘事。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再见，迈克。我们去平安山的高山警道远足了。如果我在晚餐之前还没回来，就派搜救队来找我。别忘了修剪草坪。你会很喜欢的，海伦，高山远足是最棒的。你总是会带这么多的安全装备吗？我总是觉得有备无患。我猜你肯定带了急救箱。是的，我连想都没想就带了。我还给咱俩都做了午餐。太棒了。好了，我想都拿齐了，出发吧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连想都没想就下来了。没关系，但我想我还是走楼梯吧。我总是感觉我忘带了什么东西。再见，山姆。艾尔维斯。嗨，山姆，我在试着让雷达想起怎么打滚。想起来？我还不知道雷达会打滚呢。他会，看，翻滚，雷达。好样的！哦，这天气很适合远足。我想起来我忘了什么了，我忘记看天气预报了。我来告诉你天气预报，天气晴朗。你看这天，山里的天气有时变得很快，我总是在出发之前查看一下。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的这个地方，那翻过下个山头就能看到很美的风景了。快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佩妮，怎么了？我滑倒了，我想我伤到了脚踝。还好没有骨折，但你需要一个绷带。我很高兴跟护士一起来，看，这就是我说的有备无患。好了，看看你能不能站起来。你能背着我吗？我开玩笑而已，海伦，我自己走。雷达为什么会为你打滚却不听我的话呢？因为他很聪明，他知道我是站长。再看一下，翻滚。你看到太平山的大雾警报了吗，站长？希望佩妮和海伦不会有事。我不敢相信我居然迷路了，因为我的腿我们也走不快，现在又起了大雾。我们最好叫人帮忙。我的没信号。我的也没有。我告诉迈克，要是我晚餐前没回去，就派搜救队来。
即使是麦克也应该记得的。对。你好。嘿，爸爸，对不起，这么晚没回家，但我能不能待在诺曼家吃晚餐？他们留我吃饭。我不知道，曼迪。你得等到你妈妈回家，然后问她。妈妈还没回家吗？她说，要是她晚餐前还没回家，就派搜救队去找她，记得吗？她说了吗？哦，天哪，好吧，我相信她马上就会回来。好了，你留在诺曼家吃饭吧，再见。好吧。急救中心。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？海伦和佩妮在平安山上失踪了，沙漠，带雷达和你们一起去。是，镇长。走，雷达。哦，联系高山救援队，镇长，让他们开四驱车到麦克家会合。好的。我们要成立一个紧急搜救队，如果我们给雷达文学衣服，他也许能找到他们的踪迹。他们去了太平山的哪一部分，麦克？对不起，他们，我努力回想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这件看起来像海伦的。去吧，雷达，找到海伦。太平山是那条落山吗？我知道，他要带我们去哪儿？不是我干的。你好，雷达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们在找佩妮和你妈妈，曼迪。雷达闻了一下你妈妈的衬衣，然后就带我们到这儿了。那不是衬衣，那是我的裙子。哦，我不敢相信你把错误的衣服给雷达闻，爸爸。对不起，我想不起来哪个是谁的。这件肯定是妈妈的。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海伦说要去哪里了，平安山的高山警道。快，雷达，你能找到他们的。你怎么样，佩妮？我会没事的，多亏了海伦。哦，我很高兴你记得派搜救队来，麦克。我当然记得，还有，我还想起你来的地方，好不容易啊。下次远足的时候，我还要带着一位护士。海伦一眨眼功夫就把我的脚踝包好了。原来你就是这样做的。什么？我干了什么？这样？这是我的小秘密。我为什么没注意到呢？看来你教会雷达新的把戏了，艾尔维斯。